电压放大器和电流放大器具有不同的输出阻抗，当输入信号和负载相同的情况下，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决定了负载所获得的功率。假设输出电压 Vout 都为20伏，由于输出阻抗 Rout 的不同，电压电流放大器向外输出的电流分别为 Iout 电压放大器等于20伏除以2000欧等于0.01安，Iout 电流放大器等于20伏除以20欧等于1安。由于负载 RL 与输出阻抗 Rout 是并联的关系，所以电压电流放大器提供给负载 RL 的功率分别为 PL 电压放大器等于0.01安的平方乘以8欧等于0.0008瓦，PL 电流放大器等于1安的平方乘以8欧等于8瓦。非常明显，在输入信号和负载相同的情况下，电流放大器能给负载提供更大的功率。扬声器所获得的功率越大，意味着它能发出的声音的音量也就越大。